12点多，就是我们的午休时间。那基本上来说，我们午休时间是12点整到14点多是可以休息的。那在这个空档呢，跟大家开头一下，因为早上我来公司的时候，已经就是长满座位，都已经长满了一些主管了，就不太好意思讲话。那今天晚上呢，还是会有那个 team building， 就是我们每个季都会就是跟组员一起去吃饭，对，应该还是会蛮好玩的啦。然后我平常上班其实是完全不会化妆啦，主要是因为我今天要录影片之余，我今天要做一个就是卖家教学的东西，会需要上镜头，所以想说化个妆，有一点职业道德。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午餐好伙伴，第一个蜜蜡，我们同部门的同事，他做的事其实跟我的大同小异，对，差不多在做直播，对对对对对。原来是个公开的秘密吗？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，另外一个伙伴是 PS 的。对，我们是同校的同学。我们同校，我们从大一就认识了。对对对，只是都不是很熟。然后讲出来。然后再来是我们以就是外貌跟才华著称的，听说是台大的传奇人物，听说是台大的传奇人物。我觉得我与有荣焉的，就是怎么可以让你出现在我的这个影片里面？可以，然后他就是又有才华，然后很幽默，很幽默，很幽默，而且又多金，真的又多。你说有双关语吗？这家是我跟米拉很喜欢来的一间蛋饼，我们几乎超长一个礼拜来，他来三天，我们吃三天。买米糕跟一个烫青菜，这么15，65，那菜蛮多的，好便宜哦。嗨，你怎么这么丑？我现在很丑哎。五百米糕。你要说什么？话讲完。只要是虾皮员工都很美。好，那下次进出的时候要记得全部带。好，会。谢谢，麻烦了。谢谢。我拿了。等一下，手你自己逼好不好？没戴口罩出门，然后走在门口领一个。嗨，这是。忘记了啊 ，Cindy 啊，我的学妹，对，但是他们两个还不认识，对，然后 Kelly 自己带便当，不能聊我，保全要介绍几次啊？很多次啊。好，我们 GLP 最节省、最有才华、最有智慧的 GLP， 然后就是 Claire，Casey， 其实我只记得每周只记得小雨。对，我都叫你小雨，他是每天都自己带便当，那我就吃不健康了。好了，那个，哎，好了，丢进去了，丢脸，掉了。到底在干什么？5分钟要调5分钟。好，3分。这是我在公司最喜欢的一个酒。端午节要到了，然后公司就给大家发一点粽子过好节，然后就队伍很长。雀虫，谢谢，谢谢，一个吗？一个，谢谢。2023，拿到了，米拉，有很开心吗？你平常有爱吃粽子吗？其实我的粽子很还好，我也还好，他都人手一袋。OK， 因为我有一部分很大的一个工作是负责卖家教学的部分，所以我现在就是要来拍一个虾皮的新功能。OK， 好，赶快来工作吧。因为我的教学就是还是以功能导向。所以就是很简单的一些字幕跟一些画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虾皮直播的小编，我是 Sammy。然后基本上呢，我就是会一段一段一段录，不然就是如果整个一起录的话，我会剪到天荒地老，跟就是录不完。然后我播录完一段，我就会确认一下没什么问题之后，我就会继续下去。其实蛮累的。耶，录完了。好了，我要回去那个办公室了，就这样。
这个区域就是我们平常吃饭，然后刚刚那边还有就是冰棒啊、饮料啊那一类，然后这边就是零食，就基本上在公司基本上是饿不死的。就其实我从来没有用过 Nespresso， 我是来了工作之后我才第一次喝 Nespresso， 是不是很香巴吗？我记得就是因为这边真的太多东西可以吃，我一开始来公司的时候真的是爆肥，为了就是不要爆肥，然后我就是每次只要吃完中餐，我就是会戴牙套上班，就防止自己在进食啊。但是就是我觉得公司有提供这些东西，其实还蛮幸福的，我觉得很棒。带大家环绕一圈我们的多功能。其实平常如果有任何艺人来的话，其实他们都会在这个场域就是拍摄，对，就是他是。前实习生，好高级，我爱沙皮。好吃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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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吗？那有松露哎，松露盐，然后就是松露盐，那种气的味道。它的入口即化，它是最后一个。他们两个一直在偷我们东西吃啊，两个 M M 喝醉了，现在才几点 ？OK， 我现在就来做一个结尾，今天一天差不多就这样结束了。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就是满脸油光，然后有一点点红红的，其实就是因为我刚刚去吃那个烧烤嘛。那家烧烤真的超级好吃，我真的没有吃过这么棒的和牛。跟谢谢虾皮，谢谢公司，谢谢老板，谢谢主管。然后哦，今天会想做这个影片，其实是因为我马上就要从虾皮离开了。其实离开虾皮也是一个很难的一个决定，因为毕竟从福利这么好，能跟工作这么融洽的环境离开，真的是需要做一些决定。希望我以后不会后悔做这个决定，然后继续往更好的方向前进。然后谢谢就是所有我的公司跟主管同事们给我的所有的养分。好了，那今天里面差不多到这样，希望你们有很享受今天跟我一起工作的生活。谢谢你们今天收看，大家再见，拜拜。